房子也太破了吧！这我租不了，这个我真租不了。哦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周先生吗？对，请问这是？哦，这是公司为你准备的家具。啊，这就是家具了。啊，那您是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你今天的房屋中介。正好我。 哇，还有编舞了，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这你要干什么？我和你，你和我，依着合同一纸笔搞定一切。<笑>怎么样？我唱的还可以吧？哇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学过？学过一丢丢啦。哎，我就说嘛。哎，那你帮我在这签个字儿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签什么字啊？ 这是一份租房合同哎，哦，你不满意？哦，没有，很不满意。没有，看起来超级不满意。好了，我们看房子吧。不，这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你看这个房子很方便的，有很多优点的，完全没有看出来啊。你看嘛，这个房子啊，进了大门就是客厅，啊，客厅同时也是卧室，卧室本身也是厨房，厨房呢偶尔也当厕所。哦，是挺方便的，这不就是一个开间吗？ 开间的厕所和厨房是隔开的，跟我们这不一样的。哦，原来是不一样的，那不是连开间都不如吗？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吧？您再看啊，这个房子啊，坐西朝北，西晒又背阴，是不可多得的房型哦。<笑>西晒，还能背阴，哇哦！ 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很用心的设计哦。谁会想到这样的设计吗？啊！